转换一下心情，要带您看到，今天是黄色小鸭在桃园的最后一天。一大早呢，就涌入了许多的民众，要来跟小鸭说再见。就是这个小鸭啊，在桃园的风水似乎真的不太好。你看到它是全身今天呢又皱在一起，重新充气充饱气之后，还差点重心不稳，歪了一边。抬头挺胸，小鸭气冲饱饱，看起来精神很好。有这里，你拍完换我拍。小鸭在桃园的最后一天，大人小孩个个抢着拍照留纪念，镜头前笑开怀，但是和小鸭近距离见上一面可真是不容易。好想要挤到里面照相，有点困难或怎样？会，今天人实在太多了。小朋友会说想要去摸小鸭，对，可是现在人太多了。对，现在人太多。为了小鸭努力向前冲，小鸭迷把走道挤得水泄不通，只是小鸭怎么好像又出状况。你看孩子消气了，看到没有？小鸭的身体突然消气，整个缩在一起，平滑的皮肤变得皱巴巴，小鸭迷直呼好可惜。消气啊，对啊，我们这么远来才来啊，就看了鸭子，你看都不是挺挺的啊。人员忙着补救，没想到气冲太饱，小鸭重心不稳，还差点得头栽。只能说小鸭在桃园真的是有点命运多舛。